大班觉得怎么样？儿子黑头发比一比。啥？你俩是头发要比一比，还是根儿要比一比？个儿上多少了？嗯，还能高一点点。我爸这头发看着好的时尚，时尚，是不是给你整一下？这个是时代人，嗯，也给你整一下样的。你看我妈不回来了吗？所以正好说她要让我妈给她整头发，她要漂白。看看，现在就开始过吧。哎呀，明儿咱都来呀！你出去看看吧。儿他说了，不行，再买台车。完事他跟着一起干。我说再来，就这点人。一会儿看看效果怎么样啊？啊？都得染透吗？刷什么脑皮？你这玩意还得皮开，皮给你再刷这边，不得染透吗？是啊。嗯。你给我好好整。你想让你？我说你给我好好整，你别糊弄我啊。给你养完你小飞了，白给你养了，给小飞。养完我是你妈，不是养完我请你吃饭。吃饭，我妈不好吃，你给我吃。没，一会儿正好掏饭。行了，饭养完是那给你钱多少钱？这饭做好得200，我给你200。5块钱就行。我给你200。5块钱呢？200美金。上你那玩意儿，天天看着抖音嘛，皮肥呀，到底你想干？妈是啥意思？我们就是有看这中间戏人的那演头部，对，这样的。热不热张？还行。怕不怕的？一会儿着火了。着火了。你这瓢吗？冒烟的，这瓢大不是冒烟的。完事从根儿全能掉，掉不着。9点我妈在家，咱就好好休息休息，然后今天早大饺子。布的了饺子，嗯，八宝可能都吃30个左右。这个现在就搁这等着呢，看电视剧去。哎呀，你今天这俩不行。啊，宝宝刚睡醒了，给他吃一个奶奶煲的饺子。哎 ，baby 好吃不？你去非得坐地。嗯，好吃。大宝现在弹琴呢，你们肯定听到了吧？嗯 ，baby 真好吃，好吃。baby， 你说 yes yes 好吃 ？No。那这第一遍都已经演完了，我们出去，然后要 baby 看看。baby，Audrey。baby，baby， 你看看爸爸怎么了？哎呀，哎呀，他喜欢的，都过去亲你一下了。嗯，一会儿啊，正好的头发还得再整第二遍。我说我妈呀，在这开始包包着呢。你看见这个面擀的多厉害呀，厉不厉害？还挺软和的。嗯，拍一下。我妈说等哪一天呢，我们去买点玉米面，然后包包啊，或者正化妆啊，就拿玉米面吧。不要老吃饭，吃点玉米面。嗯，我也爱吃玉米面。你们爱吃不？爱不爱吃？玉米面蒸好了，好吃，撒面。看大宝弹一会儿琴，弹啥呢？黑的啥呢？黑的啊。看看这包着怎么包啊？看看，离近点。哎呀，哎呀，妈手可真是，妈家手就更扶手。我妈都够漂亮的。这那什么，这馅儿哈，太搞稀了。水打的多，不然的话馅儿干了不好吃。好看吗？这小包子。馅儿干了不好吃。那好看吗？稀稀的馅儿，稀的。嗯。正好我妈的包着已经包完了，然后正好的头发第二遍已经整完了，你看看啊，你看有多黄，黄是比较白的啊。对，等一下就更白了，白头发了，现在你看黄还黄了，都白了。没事，当天他都头发白了之后，我就知道他老了长什么样了。白的那块就是像长得一样，是不是正好？那你头发白了就知道你老那天就长什么样。妈，那包着呢。
哦，放锅里边了。你看看，能打开看不？哎，对，哎呀！现在准备上色了，你看看这头发有多长？不知道这色能不能行。哈尔，你觉得能行不 ？Perfect。看到没有？来，我们快要吃饭了，然后这些头发也都弄完了，一天的漂白的粮食，然后又腌，差不多一天呢。好，大宝觉得怎么样？你俩是头发要比一比，还是根儿要比一比？个差不多了，嗯，还能高一点点。我爸这头发看着好的时尚，时尚，时尚，这个是时代人，也给你整一下样的。行不行？行，我试试呗。我奶都把这个菜啊、主食啊都整完了。好吃的。对，这个是我奶包的大包子。奶是还有饺子的吗？啊，对，还有这个大饺子。大饺子。完还里边还有小饺子。啊，对。完还有包子。哎，对对对。然后这个是韭菜炒土豆丝儿。然后小咸菜，然后这个是凉皮儿，嗯，昨天整的凉皮儿，大家感觉怎么样？我觉得这个吗？我妈妈是两拨儿，嗯，哦，凉皮儿，好吃呗，我还没尝呢，这箱子有点太闹呢。啊，行了，有点太闹了。哎，行了，那就我们一家要吃晚饭了，是吧？哎，所以祝大家好胃口。这两天就尝尝，尝尝我，拜拜。对。那行了，那咱们就吃饭了。那咱们去吃饭，可以跟大家说再见。拜拜。然后妈妈也说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拜拜拜拜。